刚刚帮妹妹一起收拾了半天，还没整到完。待会儿去吃了中午饭，下午继续整。所以说，这就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要面临的第一步吧，是吧？嗯，还是感想？太累了。这里是扫码订餐。妹妹，你选好。不知道朋友们，你们吃火锅一般会点什么菜吗？然而我们点的菜给大家看，四川火锅儿。你选吗？选差不多了。哦，我也是。又是缺这几份？今天要把这吃了。啊，选好了吗？啊。现在我们就等着吃美味了。主要是鸭肠，烫一点时间就可以了。看到两位妹妹也吃得挺开心的，姐姐也开心。两位妹妹，你们耍朋友没有？都没有耍朋友。你们晓得啥子叫初恋？我感觉哈，就是你喜欢他，他也喜欢我，是不是？有没有那种感觉？但是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好像几乎都是喜欢你的人你又不喜欢，然后你喜欢的人又不喜欢你，所以这就造成了啥子？啥？耶，你们还有这一方面的经历嗦？你看你姐姐还老实，读书起来都没耍朋友，乖乖你。这是95后。你们刚刚说妈妈那段恋情咋的？有啥子方式呢？耍朋友？通过亲戚介绍。然后呢？相处认识了以后，然后就耍朋友，然后就是去东方山那边。干活路，这是农村的恋爱方式。哦，这就是妈。那我干农活的干得好。